台冲冲冲精华版。来，马上继续我们跨冲冲冲。奸情大考验。哎，今天来到我们今天华视大戏，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半。热情仲夏，这三位主要演员啊，特别是郑元畅、阮经天、吴雄。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今天三位来进行我们的这个《call out 冲冲冲》，来奸情大考验。想想看，你们我们郑元畅先来打，哦、来来，我们来看看你的题目，我们有设定题目、哦。题目来，哎，郑元畅的题目是什么？来，哎呦。哇，好多钱、哦、太少了，他的朋友，你这个题目100万也太多了吧？你哪里？林志玲是不是开口建议？你这个5万10万的还需要刁难你吗？你自己拿出来就好了。对啊。但是找一些朋友这样才好玩呢、啊。打贺军翔。是。哦，一个贺军翔是可能拿得出100万的。他是一个偶像剧。可是我有个担心呢、欸，就是他虽然拿得出100万，但是他不一定会借。借你。他连平常吃饭都很少给，看手段，奸情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看你们的感情呢、啊？什么叫奸情大考验？坚定的友情呢、啊？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会帮你啦。好好好，贺军翔就先从贺军翔开始。观众朋友也应该好奇，你要干嘛？找电话、啊？对。哎呦，好朋友电话还不会背啊？真是的。没有，因为就直接输入了。好，通了，来。我背起来。我也在偷看，我只记得他的号码，好奇。好，不要讲话。来了，来了，想好想好，想好理由、哦。喂喂，哎、欸、喂，你在干嘛？在哪里？你谁啊？我郑元畅啊。啊？郑元畅啊。真的假的？嗯，这电话吗？我不常打给你，是不是？还真的假的？是怎样？不是啊，你没有你电话打，我吓一跳啦。哦，是啊，没有，因为我就先跟别人借电话打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我那个手机没电了，对啊。哦，我就那个。哪个？好啦，我对，就是我现在就是出了一点事情，需要就是跟你。掉点狼头可以吗？真的假的啊？你会要跟我掉狼头？没有没有，不是我啦，就是因为我，你知道我爸妈那边就是最近，哎呦，你要不要借啦？你要借多少妹？就100。100块啊？不是啊，100块我跟你借干嘛啦？对啊，那你100真的假的？100万哦？就100。100哎、欸。还差100，对。还差100，对。为什么还差100？不是。不是啊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先跟我讲啊，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要不要借？就你知道我，就我爸那个会倒啦。真的假的啦？你把你手机全部卖一卖，应该可以那个啊，就是可以。手机卖掉应该可以有这个换。没有啦，那个卖不到那么多钱呐、啊。哦，哎，我是真的跟你讲认真的。我是真的跟你讲认真的，你是要看到我连房子也卖掉？没有啦，我说家具跟沙发卖一卖就好了。因为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，就是现在高利贷在追这个钱，真的。不是我跟高利贷借呀、啊，你知道，就是我得帮我爸用这个钱、啊。高利贷跟你借，跟你爸借，那万一他到时候找到你怎么办？所以我就把我钱给我爸啊。哎、欸，对不起哦，哎、欸，不要讲话哦。谁啊？你在跟朋友讲什么？没有啦，你先去睡啦。我们不是高利贷，你搞清楚啊，什么叫先去睡啊？我知道啦。你信用公司、啊。谁啊？你在干嘛啦？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在哪里啊？我们是金融流通哎、欸，啊，你讲我们什么放高利贷？万一朋友乱讲怎么办、啊？没有。在干嘛喂？我们是哎、欸，我们算金融哎、欸，我觉得你搞什么东西啊你啊！你不要趁机这样乱报。大哥借钱借钱，你讲什么什么放高利贷？你先让我掉吗？掉喂掉！你讲什么高利贷？等一下，掉杨梅啊掉！我们是做金融业的，我告诉你。哎、欸，哦，怎么了？我觉得那个也很恐怖的感觉。跟他好好讲还不懂。其实还蛮急的，嗯。真假的？真的。我还是我先帮你报警。在哪里？啊？不行。真假的啦？我觉得，哎、欸，你赶快离开、欸。不是啦。
没有还钱哪里都别想去、啊。什么啦？哎，喂，哎，真的还蛮急的，拜托了。你没事吧？没有没有。真假的？这么急哦？真的很急。啊好。哎、啊，我跟我爸讲讲看啊，我跟我爸妈讲一下啊。跟谁讲？跟他讲，跟他讲。你在跟谁讲？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来的，我要讲。喂，喂，喂，你，他说你是他好朋友呀？对啊，好朋友啊。对啊，好朋友啊。现在这条事情我们要出来解决了。嗯。我们也不得已啦，啊，他也名人嘛，是不是？这个事情尽量把他弄，很快的收收也就好了嘛。啊，这事情也不是很大条、啊，你也知道他是名人呐、啊欸，对嘛，所以这个就让他慢慢还啦、欸，那利息那么高干嘛？高利贷利息太高了啦，你们利息几趴、啊？几趴要你来交啊？好、啊，哎、欸，你口气好一点啊，你谁啊？我就是他好朋友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也好好跟你讲哦，帮他解决一下问题。我们现在只能找到他，因为他爸爸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200万这个礼拜嘛，很难吗？不难嘛，借一下好不好？有借有还，而且我们才只有。三分利嘛，是不是啊？三分利，三分嘛，好不好？三分利而已啦，嗯、好不好？不是你让我跟他讲啊，来，你等一下，来来，不要啦，你让我跟他讲。我希望你啊、喔，最好能够帮他忙啊，因为他实在看起来很像。我先跟他讲好了啦、啊，我先跟他讲，嗯。我们在旁边等他哈、喔，好好讲、喔。我先跟他讲。好、喔，你等一下。喂，喂，我的妈！什么东西啊、欸、明天就要，你先记我。明天要。拜托啦，反正你有，你一定有啦。反正你很快就可以还我吧。我下个月还你，下个月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好，明天是。对，下个月还，拜托拜托。太夸张了吧？快一点、啊。你确定你不要报警？快一点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明天是。那反正我现在刚到家啊，你看这样，明天打给我约在看什么呢？好。好不好？我跟我爸妈讲一下。好，神经病哦、喔！你赶快走啦！你在那边很危险呢、欸，那两个疯子哎、欸！敲好没有了？敲好没有了？好了，一个色情娘娘腔的搞什么啊？讲那么久、啊。好了，明天那个啊，反正明天那个起来，你睡起来打给我了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啊，没有，没有问题哈、喔。喂，喂，贺小美哦、喔。啊？你叫贺小美哦、喔？我不知道。男生他取这种娘娘腔的名字吧？我不是哎、欸。你不是？对啊。最好不是啦。哎、欸，我们在录节目啦。神经病啊！对啦。不过呢，看得出你的意气非常相挺，就是最后还是借了我100万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不错、啊，贺军翔。好，贺军翔不错，贺军翔。哇，够意思哦啊！我们是天才冲冲冲啦，好，你来过吗？好，我来过啊。对啊，来过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你们换形态了。哎，这个好，为了你好不好？因为上次呢，这个偶像来到我们节目里面呢，我们对你期待太高了，就没想到你手脚不平衡啊，反应也没办法灵敏，所以我干脆我说，为了偶像设计简单一点的单元。那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好，下次我来好不好？这边换你来哈。好，来，谢谢贺军翔，谢谢，谢谢。任务成功啊，友情受到了考验。哎呦，接下来经得起考验，经得起考验。今天就借到，好不好？两边攻守互换，我吗？来，任务是什么？请看。哦，究竟阮经天的指令有多难？而他要出卖哪一位好友偶像呢？更爆笑的扣号对话马上登场。来，两边攻守互换，我吗？来，任务是什么？请看。哦。邀约新戏的反串演出，这个我们上次用在谁身上也用过，叫加千姐全裸，对，背部全裸，我们叫全裸。叫女生可以演男生哎，叫女生反串，那你要打给男生，打给女生，你女生那么多，一样，屁啦，等等，像刚一样，好朋友有哪些？大概 AD 好了 ，AD 在反串演出啊，对啊，就是男的演女的，女的演男的嘛，对对对，男的演女的，哎，你要确定他。愿意耶 ，Ali 可以 ，Ali 这个娘炮，不是 ，Ali 彭于晏，就彭于晏，打，来，找一下他电话，等一下，彭于晏真的蛮娘，蛮，他是俊男呐，美型男呐，俊美啊，俊美，哎，长得很俊美，对。武雄他可能有心仪的对象，武雄我等一下跟你说，你看到吗？
准备，加油哦。Hello， 喂，一丢。Hello， 胖哎，胖哎，谁啊？阿胖，小天啊。哎，天啊，我知道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刚才跑步。你在哪里跑步？健身房啊。哈？健身房。在健身房跑跑什么步？减肥啊？减什么肥？当然是要 keep shape 一下，怎么样？怎样？我跟你讲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拍戏的时候，我们讲说，现在台湾可能要拍一个 gay 片或者是同志的片，比较有可能得奖。上次我们上次是不是讲《盛夏光年》，对不对？比较多人看。对啊。对不对？这我们很聊啊，《盛夏光年》还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孝全跟他们演，跟魏佳也还不错，对不对？魏佳对啊，得奖哎。对啊。对啊。如果有这个机会，你要不要试？有这机会啊。对啊，我现在在外面跟人家聊天。知道，看了。看。目前你知道，很少人找我。可是，找我演这种角色。你说同，如果说同外表看起来这么，屁啦。Man look， 然后又去跑健身房啊。Man power 就对了，没有啦，我现在刚好在外面跟人家聊天了，要看看你要不要，因为我跟几个朋友约，然后那些是那个什么六号出国那时候峰哥的朋友嘛，然后有导演，还有一些制片，然后还有他们里面的一号是，我想你应该可以很胜任吧，你不行，小甜甜，不是，他们现在谁小甜甜？他们有约啊。导演他们有约啊？导演有约啊，因为他们刚好在讲到你，他们看到我们六号，他们有去看试片，他说觉得很不错，然后说他看完六号觉得我们很适合演吗？对，他看完我不知道，反正他就是看完说他觉得我们说不定还可以再合作一部电影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可是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。怎样？什么？他要我演你男朋友，然后你要男扮女装演。No！ 哎 ，No way man！ 所以你的意思我要当那个？对，你要我要男扮女装啊！我是一，你是零啊！我是零，零是干嘛？零就，是的，所以他那是限制级的吗？不是，就他那个他不会把那个画面弄出来，可是他会处理到感觉好像有、哦、看起来有像断背山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断背山，对，哦，导演是谁啊？导演是，哦、那一个香港人，我叫那个导演给你讲，好不好？喂，你好。啊，你好啊。你好啊。我是香港这一期的导演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刚好这一期呢，我们跟中国长城文化公司呢做了一个合作了。那、这一期呢，这个公司呢特别把这个版权呢，那就是跟我谈了啊。哦。那他们呢，因为这一期的《乔家大院》那个戏呢，特别的受到瞩目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《乔家大院》啊。是了，你看过那个戏吗？我看过啊，内地啊。所以难怪了，我就觉得你在演戏起来的层次感特别好了，是这样子的啊。因为《乔家大院》红了嘛，所以现在我们想搞一个叫做《怡春院》的。你现在是在削皮啊你？哦，没有，不好意思啊，抖音。哎，我觉得你不是很尊重我们的这一季的感觉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没有别的意思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怡春院啊，是这样子。这一季因为牵涉到反串的感觉了。那我所以是希望我跟小天刚刚讲说，阮经先刚刚讲说，希望我们做一个。合作是不是？是啦，那要先见面吗？这个、还是因为这一个角色，我们希望能够，你如果对于我们的整个构想你有兴趣，我可以请我们的这一期的我们的制作人啊，跟我们总制片啊 Kevin， 啊我们的 Kevin 呢，他会跟你把整个事情说清楚。OK， 好。做咩啊？边个啊？揸开佢，揸开佢。你个边个我都唔知啊！咧讲电话咧。Andy 嚟噶。Andy 边个咧？系啦，彭宇欣啊，知唔知 ？Andy 彭。Andy 彭啊，系啦，啊系啊，唔系 Andy 流啦，我同你同共挂都讲句咧噶，系啦，系佢，系咁啊，我知，系啦，系彭先生啊，啊系啊，彭先生你好，哦我系彭先生啊，啊你彭先生啊，啊系你好啊，诶我一次啊讲句好多次啊，啊彭先生，诶，诶你呢个国语可以说吗？国语啊，是啊。国语可以啊！哦，我以为你是讲香港话的，奇怪了，所以我刚刚一些我讲广东话跟你讲了。讲少少啦。是啊，我的那国语可以通过，我想我跟你用国语讲方便一点啦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广东话我怕你讲的不是很流畅啦。嗯，对，是不是？讲国语啊，好啊。那个是这样的啦，我那个做制片的啦，我跟导演呢，我们研究了很久了。这个戏呢，我们呢，现在戏我们要拉到那个纽约去拍了。
哪里？哦，纽约去拍啊。纽约去了，去。这故事你不知道啊？中国的 Chinatown 那个场景啊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有点像那个六零年代那个上海滩那个场景啊。在那个在纽约那边的中国城呢，我告诉你，基本上那个他那个房楼盖起来，感觉就像当年那个六零年代的上海的怡春院了，是不是？基本上呢，我们这个演员呢，阵容也很坚强啊，是不是？现在呢，我们想再引入那个章子怡啊，章子怡，我们想把它弄成一个像是国际性的一个剧片了，哎，是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我想呢，基本上你跟章子怡戏没有什么机会碰到面了，这个戏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所以就是说，你希望我去演哪其中一个角色，对不对？不信我们。喂，我刚刚这样讲，我都觉得我不好意思啊，怎么我会这样讲话呢？喂，谢谢，你哭什么呢？喂，感动啊！我讲到这个戏啊，整个那个场景我太感动了。A 点，反正他们这个戏就是他们现在资金很多就对了。他那个我跟你讲，郭台铭拍100部电影不算什么，那两个香港人爆有钱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买个丽晶游轮都没问题啊。我跟你讲，香港在上海移到纽约，怡春院如果怡春院如果在内地拍，就怡春院就不特色了。怡春院如果在纽约拍，纽约有怡春院很屌。Chinatown man， 我也是 from Chinatown， 就是。不知道谁有 ，All right, man， 那个是蛮酷的。而且你看，我们两个已经拍。可是我比较介意，就是他演我们两个演一个一号一个零号。他这什么东西啊？他有给你脚本吗？还是他是想见面？我刚才看到本啊，可是这个很尴尬，就是其实你就是在戏里面要男扮女装，然后可是其实你是男生女生你都会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刚没听，他刚没听他讲，他说老。他说找章子怡啊，然后我听到说，哇，好好 ，Really？ 章子怡啊，国际的嘛 ，International。可章子怡跟周润发演一对啊。哦，结果他讲说我们不会碰到面。就是我们两个，我们这两个档，反正章子怡跟周润发是一对，然后我跟你是一对，然后那档期不一样，就他们先杀完我们再拍。我可不可以选择跟章子怡一对啊？他是时空背景。周润发一对也可以啊。你可能是章子怡年轻的时候。还是别搞了，他们想要什么见面啊？大概如果可以的话，大概待会晚上看你有没有时间。哦，晚上好紧张哦，现在全身都是汗的，我在洗个澡。可是你要确定你要演那个，因为大概11点，不然他们这次如果谈不确定啊，我要先问公司啊。你可是怎么讲？要先问。有你自己本身有，如果说假如你公司答应的话，你 OK 吗？好，好了。你等一下，他这边还想要跟你聊一下。哎，现在不好意思啦，我想差不多时间了啊。你现在在运动吗？对啊。现在那我告诉你啊，你等下11点半你有没有空啦？11点半啊？哎。11点半，我可能要问一下公司啊。那我打给小天好了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我跟你讲呢，如果说你打公司的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不要洗脚了。我希望你那里就是你现在在运动嘛，就流汗嘛，是不是？我希望看看你那个流完汗那个样子呢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是不是很 man？ 因为你要知道，一个人很 man 的时候呢，如果他是演个是很女性化的那个角色呢，比较有挑战性，是不是？我想要闻闻你的味道了，是不是？男人那个味道呢，是很迷人的了，是吧？是不是？如果呢，如果说你不介意的话呢，我想说你不要洗澡了，你直接就来我们饭店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我满载啊。彭于晏惊爆演艺圈同事内幕，广告后大爆料。A 姐，我没关系，大家去饭店。不洗澡是怎样？所以我到一到现场，抖抖音，要这样吗？去饭店我肯定没人去，没关系。什么？他如果对你干嘛，我打他，我跟你讲。对，我就是要装娘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反正你就大概有那个样子就好了。找影，好不好啊？你这样讲，答应了吗？我 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好啊，对，好，就我要演，待会到那边就演一段，娘炮的。靠，陈哥，没有，我跟我朋友跟那些导演约吃饭，对，遇到陈哥，谁？遇到陈哥，谁？遇到陈哥啊，曾国城。哦，陈哥啊，对啊，谁啊？那个 AD 啊 ，AD 认识吗？哪一个 AD 啊？何同学吗？不是，彭于晏，彭于晏的。对，赶紧讲。Hello， 彭于晏。嗨，陈陈哥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对，你好。他们外面，他旁边那两个，很像不像台湾人嘞。
对啊，我不晓得啊，你哦，你们在谈一个事情是吧？不好意思，打搅打搅打搅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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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不晓得啊，我刚刚在跑步啊，然后小天打给我说有一个香港一个 team 嘛，要拍一个电影啊，在纽约拍啊。有香港人对。是香港人嘛？对对。然后他说是一部就是有点可能比较同志类的片啊。对啊，希望我跟小天合作。他们两个其实就真的蛮娘炮的哦。而且哎，好奇怪，而且有个戴眼镜的，全身都是汗。真的还假的？我说他们小天哦，我不晓得，因为我不知道这状况是怎么样。那你觉得 OK 吗？我可能要问公司吧。这个很难讲哎。我刚跟小贤在一起，你要问小贤。彭于晏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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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小贤，我刚刚陪陈哥过来，我们刚刚在附近吃饭，刚好遇到那个阮，今天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哦，你们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啊，不是，他很奇怪，他跟两个男的在一起，然后他跟两个男的，对啊，他两个男的说是，就是 movie directors 啊，说要拍电影的，拍电影哦，对啊，那很好啊，对，我也不晓得，可是他说找章子怡啊。那我说 OK 啊，找章子怡，然后我在想说哦，他哭，找章子怡，然后他想说，可是你不会跟他演，不是，对对，然后就还有多人发，吓到了，哎，那很好机会啊，所以是满城尽带不大奖之类的吗？就第二部就这样，好了，差不多了啊，哎，彭于晏，喂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徐乃麟，我是乃哥啊。我们在录《华西天才冲冲冲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每周五晚上，天才冲冲冲冲冲，天才冲你个不辣甲，满城尽带不辣甲，现场的吗？没有，录影，录影啊，放心啊，拜托，被你们搞死了，听不出来吗？听不出来，你们很像，我还以为是曾志伟哎，超像的。声音太沙哑了，对呀，我想说是曾志伟啊，对啊，真的很像啊。好，谢谢彭于晏啊，谢谢，过关啊，通过考验，不错，好精彩啊，就这两个人，其实他也蛮好笑的。我们两个最喜欢演这种戏的，如果说这种东西，如果这种任务，我们最喜欢参与的大杂烩，谁跑去纽约拍耶？叫人家不要洗澡先过来，把我笑死，好可怕。好，可是今天呢，没有让他演到角色，很可惜。下次，武雄，好不好？没有让你发挥到啊！好，四元唱出来的原班人马。谢谢三位，谢谢，谢谢三位，谢谢。